我们要到那遥远的地方逛一逛，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。排骨杯，我跟你讲哦，我有个不情之请啊，就是你知道我的。讲啊，排骨杯，排骨杯，干嘛不理人啊你？唱歌嘛，要唱得好听一点嘛，唱那种五音不全，这哎呦呦的，你让我耳朵受罪。哪有？嗯，好来了，我知道，你跟你男朋友和好了，啊，心情好，没烦恼，是不是啊？可是也请你尊重尊重，哎，我这个老头的耳朵嘛，啊？你怎么知道我很好？不要那么瞧不起人哈！你以为我没有谈过恋爱啊？哎，眼睛里绝对没有其他的人，最好的是这个世界上是最美好的，哎，随时还在那里傻笑，谁都看得出来啊！排骨杯，你真是睿智英明哎，观察力敏锐，难怪你看你的照片啊，每一张都有故事，可以说是读它千遍也不厌倦啊。大师中的大师，哎，怪了啊！今儿个你这丫头说话挺中听的嘛啊！还有，是因为你的作品是顶级中的顶级嘛，像是天上有地上无的东西啊！停！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从你今儿个嘴里说的话，是从来没有听过的。你对我这么样的奉承，你老实说，你到底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要让我原谅啊？我哪有对不起什么？我谁？我方以安哎，做事光明磊落的，怎么可能阿谀奉承啊？那你刚才说了那么大一套什么天上有啊地上无的，那是那为什么呢？为了帮你找个传人。传人，嗯，你想想看，刘宏伟的摄影绝学，如果在这世界上消失的话，多可惜啊！所以你当然要找个传人呐，对不对？从来没有想过。哎，不不不，没想过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开始可以慢慢想啊。我跟你讲，我认识一个人。不是本科系毕业的，也没上过什么摄影课，可是他随便拍出来的照片啊，都可以媲美专业摄影师哦。搞了半天，你不是在替我找徒弟，你是在为你男朋友找老师啊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是我男朋友？看你那种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样子。还有嘴上永远带着微笑，永远盖不住的，傻子都看得出来。什么傻子不傻子？不是啦，我也不是老王自夸，不是，我也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。我跟你讲，天琪是真的很有天分的，而且他对摄影也很有热忱。只可惜他最近遇到瓶颈嘛，所以我想说，你可以收他为徒弟。帮他指点指点迷津嘛。不可以。为什么？我跟他素昧平生，我连他拍过的照片我都从来没有看过，我凭什么？我凭什么？凭什么收他为徒弟？不是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。我跟你讲，我介绍你们认识就好啦，对不对？那作品我再拿给你看就好了嘛。哎，你看你只有我这个朋友，哎，我介绍别的朋友给你认识，你还不开心哦？那孤僻鬼，孤僻老头。你说我孤僻？
你介绍别的朋友我不开心，嗯，你才是强人所难呢。我哪有，我只是想说他的作品也不错，给你看一下。嗯，奇怪，没得谈，我不收什么徒步徒弟。你很奇怪哎，看一下不会怎么样，反正我不管啊，我就把他带过来啊，收不收你自己决定啊。你不讲话，我当你是答应哦。你对我最好了。好了好了，哎，干嘛？你快起来啦！干什么讲？不是啊，我在工作也没看到，我在整理你的照片哎，乱七八糟的。快来快来快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！哎，小气耶！我们要到哪？